嗨，我是杨洋。今天发这个视频呢，是想找一个女孩。虽然和她只有一面之缘，却让我念念不忘的人。我记得是5月4号，那天我收工早，本打算出门随便逛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刚出门，我就遇见了你。你声音很好听，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，你笑起来很美。不知不觉我看了你很久，可惜你没有注意到我。我想上前，却突然接到助理电话，催我回去。很遗憾，我只拍到了你的侧面。也许你不一定能看到这支短片，但如果你能看到，希望能再见到你。